太极是中国的一个大的哲学范畴，简单的说，它是阐述阴阳对立的一个方式。太极拳只是展示中国太极的一种肢体语言的表达一种方式，它是把所有百家之长好的东西据为己有。太极拳讲究的是刚柔并济，讲究纯柔着无力，纯刚着易折，它一定是刚柔并济的一个过程。任何一种武术，如果它缺乏了它的技击含义，它很难延续到现在。我希望将来以后，我们把所有的老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分享给大家，做一些太极文化，再做一些健康快乐的一种年轻的一种生活方式。我们中国的年轻人啊，确实应该懂得太极，太极之道。传统的太极拳是把好的东西据为己有，王家拳是要把好的东西给大家分享。我希望王家拳将来以后让全世界人都能得到健康，得到快乐，这就是我的希望。